其初，安陆王免又欲结婚，西氏病辞以女疾，乃止。其见元末，平于武帝，升永兴公主玉瑶，永氏公主玉婉，永康公主玉轩，及武帝为雍州刺史，卒于襄阳官舍，年32。PG 215。其年归葬南徐州南东海武进县东城里山。中兴二年，武帝为梁公，其弟赵赠后为梁公妃。及武帝建作，追崇为皇后，谥曰德。灵曰修灵。后复业，赠金子光禄大夫。后库度纪，集中化为龙入于后宫井，通梦于地，或见行，光彩照灼，地体僵不安，龙折积水腾涌。鱼漏井上为殿，衣服尾机常置银鹿炉金瓶罐百味以四之。南史唐李延寿。